本次是感谢咱南京万信公庙，由咱主任委员陈清佳陈主任委员率领咱的技术人员及咱加工团从庙进办，再次的感谢。啊，咱有准备红牌点心饮料，凉水，伫咱铁道宿舍，伫咱铁道宿舍。咱请咱进出厅的人员会当到铁道宿舍来享用咱帮您准备的点心凉水。感谢，感谢，再次的感谢。辛苦啊！谢谢啊！